今天又来到 Southern Cross 这里坐 Villa 去玩。我们就是坐9:50的班车，今次我们的目的地是吉隆。吉隆今天又去小旅行啦，咁今天就坐火车 V Line 咧，一个钟头左右就去吉隆。今天市中心的温度咧系4度，但系我觉得体感咧系可能1-2度啦，都几冻咯。咁吉隆咧阵间我哋系会近海边嘅，所以应该会更加冻。我哋咧带咗早餐，呢个朱古力细嘅牛角包，跟住同埋我冲咗茶。我而家就喺个车度食咗简单嘢先，跟住阵间去到吉隆咧会再食嘢。火车就嚟到吉隆啦，咁其实咧，因为我哋暂时都系住 city 啦，所以我哋未买车嘅，因为 city 泊车真系好贵，咁同埋咧，因为我哋住嘅地方有 free transport 啦，所以我哋就一路都冇买车住啦，就已经好方便。咁所以我哋咧而家呢排去玩嘅地方咧，全部都系坐完火车咧，就系只脚可以行得到嘅地方嚟嘅。我哋而家去 Waterfront 嗰边咧，就食个 brunch， 今日天气很好。頭先出嚟嘅時候4度，而家係有9度左右啦，因為太陽曬住，舒服。我哋火車站大概行10分鐘左右，你哋呢間海邊食嘢，我哋就食呢一間啦，喺個海上。呢度呢間餐廳咧，直情係喺海上面嘅，咁所以咧，如果坐出嚟嘅話咧，直情係貼住個海咯。跟住今日陽光又好好啦，所以咧咁樣貼住個海好舒服。最難得嘅咧係今日冇海風咯，咁咪咧有風咧就會好凍啦。咁而家係啱啱好太陽曬落嚟，咁就好舒服嘅温度。個海好清。食到嘢啦，跟住咧我哋叫咗2份嘢，一份咧就系咩都有嘅，叫 strong basket， 佢咧有鱼啦，有鱿鱼啦，蟹、柳虾、薯条、带子，跟住我老公咧就叫咗个 burger， 系一个鱼柳包，佢仲加咗蛋，好多嘢食啊！开动。沿住吉隆的海边行咧，会有很多不同造型的木头公仔，都好值得影相收藏噶。呢嚿嘢咧叫做 Carousel， 佢里边咧有个100多年历史的旋转木马喺里边，我哋睇下入唔入到先。有 Thomas 火车啊！个旋转木马仲有开到可以玩。
可以行出去出面，然后咧兜翻一个圈。中間呢啲咧係可以跳水嘅，如果夏天應該好多人。哇，好靚啊，好香啊，聞到，好多人覺得好腥嗰只海水味，我覺得好香。如果夏天可以咁樣喺度落水游水，但係呢一度咧就好，因為可能潛水就唔俾跳水。喺呢度一路行出去都係可以喺度游水。即夏天可以在这个圈范围里面这样游水，好开心的。好，我要夏天来一次先。这里呢好靓的海景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可以游水的海。接下来呢这个小小角就是给小朋友玩的泳池仔。这里还有很多这些柴滑梯，这些还有一大片草地，刚才很多人在那里草地。我覺得呢個地方真的很適合小孩來方便。所以我們真的走了很多路，我們呢在沿著海邊上一上面的Botanic Garden 兜了一個圈。其實那個 Botanic Garden 呢就不是很大的，很快兜了一個圈，加上冬天就沒什麼植物看，然後我們就兜了後面呢就是看蝙蝠，真的很多蝙蝠。我們沿著海岸走回來海邊這裡，然後很幸運就是被我們拍到海豚，看到兩條海豚在游水。我哋又嚟呢度食螺蛳粉咧，其實都唔係有，因為我今次過到嚟係第一次食呢